的话呢，如果我希望哦，把它做个修改，那这个地方我当然把它改成我刚刚有出错的地方啊，所以特别注意，如果你要修改的话，很简单，你可以在你的原来的问题哦前方有一个一支笔，然后编辑你的讯息，那改完之后再重新传送。我这边刚刚出好像第一个哦，就是那个工作表名称，所以我这边将历年窃盗折现图工作表的有没有？所以这边多一个，但是有的时候哦，他好像会误以为说你这个是工作表名称是这样一个，连工作表三个字也加进去。我刚刚试一下，我发现他错，这边又给把这个当成是工作表名称，所以要不然比较保险是你可以在这边加前后双引号，这样他会比较知道说哦，原来你这个前面这是一个工作表的名称，哦，比较不会出错。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底下还要改哪些啊？图表标题为有没有？就把图表标题给它。那如果假设我希望标题的颜色是红色，大小18加上粗体的话，最后跟他讲不要显示图例有没有？那我把它送出，基本上他就马上给我一个这个修改之后的程式了。我刚没有加双引号，它会多这个。我看一下，重新传送看看，它会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你会发现它马上就帮你又重新跑一下。有改变嘞。所以记得哦，前后加上双引号哦，它会避免掉那个错误啦。不过将来如果发生错也没关系啦，当然前提你要自己看得懂的话，那就自己修改一下就 OK 了哈。底下的话就是范围没问题。然后底下应该就 OK，那么大小哈，而且它有帮你加上注解，所以如果你假设要回头看的话，我是建议你也可以顺便学习。如果将来呢你要写一个类似的程式的话，你至少你也会自己知道哪些地方要怎么写，要怎么改哈，把它复制一下。然后一样呢，我只是针对我刚刚的问题哦，重新再描述一下，然后再把它贴过去给他。这样的话执行看看，理论应该就 OK 了哈。好，看一下结果，我对，没错，没有图例。然后这个上面显示的就是我要的。好，然后位置的话是不是D2 到 M20？好像也是对的，那没问题。OK 哈。所以呢，如果假设我要画个图，在 ChatGPT 来说哦，好像不太困难。比较麻烦是说你要描述啦，所以我刚刚描述，我本来描述第一个。后来我把它修改成这样的，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把它复制一下，我把它贴到这边哦。如果你要参考的话哦，可以参考哦，我把它改在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如果我希望呢，除了说他帮我画图，也可以帮我把图给删掉的话，那当然你可以写一个叫做删除绘图物件哦。OK，那当然它会跑出这个啦，叫 delete all chat。就是如果你希望能够帮你产生，那也可以帮你把它删掉的话，那这个把它 Ctrl C 好了。不过这里的话有一个问题哦，它是序齿一，所以这里如果你假设担心会发生错误哦，那不如你就把它改成刚刚那个我们的工作表名称就没问题了哈，所以把这一段 Ctrl C，然后呢把它贴到这个下方好了，OK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会，这个改一下，这个改应该会了哦，反正慢慢的话哦，也请各位慢慢至少能够用 ChatGPT 产生程式之外哦，慢慢也能够看懂程式哦。那另外的话呢，特别注意哦，绿色的这个单引号开头后面都是所谓的注解，这个注解的话就解释下面那一行程式是什么意思，这个注解很重要哦，所以如果假如说你要学习的话，不妨可以看一下注解里面写什么，如果呢这个注解写得不够清楚的话，你甚至可以在 ChatGPT 那个问题里面跟他讲说，请帮我撰写详细的注解，或者是说，请再增加更详细的注解，他会把注解写得更清楚，那你就比较知道说，哪一行是什么，哪一个作用是什么，你会比较清楚哦。
那删除的话，这个我把它加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直接执行这个，应该这边就不见了嘛，哈，执行一下 ，OK， 哎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那如果假设我们今天野心先不要太大，我们只是希望说呢，在这个旁边哦，增加两个按钮，一个叫做历年切到折线图，一个叫删图好了，哎，那目前我们就已经写好了嘛。 不过我是觉得干脆把那个开发人员打开好了，不然 Alt 加 F11 有时候虽然也不难，但是有点不太方便，还是把开发人员叫出来了哈。这个，然后这个的名称，也许就干脆叫历年切到折线图啊。那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删图啊。 这样子 ，OK， 好，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个两个 sub 名称哦，分别改一下。那最后的话呢，就是在这旁边哈，就是做两个按钮，这个前面讲过了哈，这个按按钮。所以最后如果你希望你工作很轻松，你的工作都是按按钮的话，但前提你要会写按钮了哦。所以如果不会的话，其实可以请 ChatGPT 帮忙一下哦，然后我一样把这个按钮复制，再贴，贴完之后可以改。 哦，那好处就是这两个按钮会长得一样大哦，然后把名称贴过来，这样来试试看，哎，这样我们来试试看，看看结果哦不OK哈、哦，按、啊、在点旁边哦，你不能用设计模式点，它不会执行，点旁边它就不会是设计模式哦，所谓的设计模式一定有那个八个端点，有没有圈圈啊？那就不能按哈、哦，好，那把它按旁边一下，删除，然后如果要 产生图的话，按一下，嗯，它马上画出来了。删图，历年切到折线图 ，OK， 好、哦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哈、哦，好像以前要自己写真的是太困难了，但是现在我是觉得 ChatGPT 帮忙写这件事情似乎变得比较简单一点点了 ，OK， 好、哦，那这个地方的话，哦，嗯、你们试着把。 这个历年切到折线图哦，做两个按钮试试看哦。那当然呢，请各位同样的方式哦，也试着完成看看各区比例图。OK， 那这个各区比例图哦，一样先把它删掉。那我希望在旁边多一个叫各区比例图的按钮跟删图。当我怎么样呢？执行 按钮的动作自动跳一个各区比例图，啊，帮我显示在这边。哎，哦，那最后可能，当然你刚开始，不过标签的部分还要描述一下哦。哎，所以这个，请各位试试看哦，各区比例图，还有呢，路接到这个图，哦啊，旁边，反正我是希望今天的目标哈、哦，是能够把这三个图 分别在这个地方做出类似像这样的效果，哦，那枢纽分析表应该复杂度太比较高了哦，所以这个我们暂时就是先不讲，我们先画图好了哈、哦、，OK， 那试试看啊，请各位先把那个历年的切到折线图这个部分完成，那我修正过的问题啊、哦，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面。 在云端白板的第21页哦，所以你可以看我刚刚其实就增加这个叙述，其实就增加哪个工作表的什么范围，OK， 然后图管标题这些啦，我有做一些叙述，所以如果假设你描述的他看得懂的话啦，理论上没道理没有办法帮你写出程式来哦，试一下哦。